就被家暴，谈了五个男朋友，然后被一个打了。小年轻不要玩那么花。不是跟我说这个卖掉了吗？还是又是一个？这个大的。当时我那边有人谈你，其实叫我还给你。人家那个寄出去了。当时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姐姐，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如意，结果老板第二天跟我说卖掉了。今天又被我看到了。有时候真是这样子的，有可能你不对，别人会对。但是的话，你看一下，像这个如意其实挺好看的。上次，哎，算了，不想说你了。这个卖多少钱？高冰玻璃底的，这个多少准吗？还是真正真正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38000。两全部吗？一个。什么鬼？38000？你？只要你有钱。不要宰我啊！嘿嘿。不要这样子啦，说个实在价。价很实的啊，它好了再打哦。三个好像一样，是不是？一样的，这三个，这三颗高冰玻璃底的白冰的戒指，18K 金的镶嵌啊，镶的是南非钻啊。我就说一个真的价格哈。啊，难道我还跟你说主的价格吗？12000一个。对嘛，我就说这个价格还差不多合情合理，你跟我说30000多，你这么大的老板那么有钱，给我便宜点呗。哎，我小趴在，我小看到命一个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说了。太谦虚了，太低调了。我准备要去，这里行情不好，我准备去给你提包一对。我还以为你说你要去抢劫，上次你给我讲了吗？那个计划实施了没有？啊？那个计划开始实施了没有？他去坐牢，坐牢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让老板去缅甸或者泰国去搞一些大的，不要搞我们就好了。中国人不搞中国人，知道吗？你要去搞一些缅甸人，搞一些泰国的那些还可以，实价。12000。三个吗？我要三个的价钱。三个一起的话，18000，不是，三个一起的话，29800，最低的。29800，货确实可以。言归正传啊，那一个就差不多这个价钱喽。啊，一个嘛。啊，一个算下来嘛，就9000多嘛。你还要不要让我服啊，大哥？这个我给别人都是19800一个的。哇，我的手戴的超级好看，因为我的手特别的白，我特别的细。很好看，特别的亮，这个蛋面。这个相机下面也不少钱啊、哦，1000，差不多要这个价钱。不用打那么高的价钱吧，算8000一个好不好？不行，算8000一个。8800。8000。800请你吃饭。行的话就给你拍照了，24000。不行。全部一起打包。它这个钻镶的很闪的，跟我们平常在那个镶嵌店里面镶的那个钻还要更闪。我打给你是打12000一个，你给我打8000一个，你神经了。那不砍价哪里能灵魂呀、啊？你才有神经呢！我要是有神经，我还给你8000，我还不如给你800。来拍照了。8800，真的8800。什么8000？你这个差800块钱的老板吗？真的是，我请你吃顿饭啥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赚那800块钱。可以的啦，哎呀，快点来拍照了。有老谢，有小天，还有房租，随便你吃啊，还不够。来拍照，三单。高冰玻璃底的18K 金真金真钻的豪华戒指，品质非常到位，很有质量的，可以的啦。电话问一下。问谁呀、啊？你就是老板，你还问谁？你真的是。等一下，我一会儿卖贵榴莲怎么办啊？别跟他过了，重新找一个。重新找一个啊、哦。我跟你转钱啊，刘德华。问一下啊。问谁呀、啊？你还问？你真的是。好，拿过来给我了。啊，破例一回。他老婆可凶了，好男人都是怕老婆的。不要这样装，你这样子花花了，一个一个的装。一个一个。哎，你这男人真的是做事情出手出脚的。快点，再找两个袋子。不过卖，行情不好，赚25000啊。25000，你250啊？多赚一点。来，250就不给了啊，就给24000。谢谢老板。你要多赚个几百块钱，小费啊。什么费啊，天气那么热，多转个1000块钱，再转24000就更扣税。250不好听，250，他是不是250？对。走了，250，拜拜。